给大家展示一下折叠效果。展示一下展开效果。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左把手的功能按钮，这个是大灯按钮， LED 大灯非常亮。这个是左右转向灯按钮，现在看一下行车灯，这个是晚上行车时需要打开的，非常安全。右转向灯，前面的左右转向灯，非常安全。接下来看一下喇叭按钮，喇叭非常的亮。这个是仪表盘，上面有电量显示以及灯光的状态。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钥匙，这个钥匙是电门锁，可以关掉电源，这样就是关掉电源，然后再打开，然后再关掉，这时候会滴滴滴三声，就进入报警状态，然后我们拍一下车就会报警，打开电门锁就 解除报警。现在介绍一下右把手功能，有高低中三档位调速按钮，底下有前进倒车按钮，前进倒车，倒车了以后会有倒车提示音，把电源打开，前面加粗的大车框，前减震，铝合金轮毂，铁踏板，皮质软座以及皮质靠背。这个车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就是坐垫可以收起来，当一个人骑行的时候，可以把第三个坐垫收起来当靠背骑行，非常的安全。请看图示。这样子就驾驶员一个人骑行的时候，这样子靠背起来就非常舒服。合回去，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这个靠背可以调平，另外这个扶手可以竖起来，两边的扶手可以竖起来，非常的实用，非常的人性化设计。轮毂一体电机，后面可折叠的金属车框，可折叠金属车框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叠起来，可拆卸电池盒，我们有专门配的小锁，